OK。 上车吧，朱先生，我一直在等你。秦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我知道你有权利选择跟任何一家公司合作，但是我还是很好奇，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跟恒智外贸而不是我呢？你认为我会告诉你？ 我约您已经两次爽约了，还是有必要告诉我的？那作为一个商人，最重要是什么？利润。你是说恒智外贸主动降价？那他们这做的是亏本生意。如果是，简小姐，其实我挺欣赏你，我们下一次再合作吧。 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感觉，有人不想简爱外贸生存。谁？不好意思。